的星星写出我心情，正好代表了我和你拥抱的生命。也许云端已有精灵窃听我的心，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亲。接下来带来这首很有意义的歌，我写给我女儿的歌，歌名叫做瑶瑶。是有人在叫我吗？没有。当然有，我听到有人在叫瑶瑶啊。我女儿，不是你。不 ，OK， 那我走。来都来了，一起唱一下。一起唱。唱什么？张学友唱《吻别》。吻别会不会？会啊，歌神的歌当然会。那我带一点。好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浪漫吗？浪漫。我自己来。浪漫。谢谢。谢谢。那个，既然我都已经唱了你的歌，那不知道。你歌神嘛？对。既然是歌神，应该会唱很多歌吧？什么歌都唱。什么歌都唱，什么歌都可以吗？没问题。包括我的歌吗？没问题。你的歌。不只会唱，我还会跳。真的假的？但是，就我们两个干跳，未免太孤寂。是。你等我一下。OK， 我等你。我转不起弯，遇见你的理想，现在不停乱跳，想要逃跑。有人靠你走的，你看出我胆小，张开你的怀抱。哎呀呀呀，哦，爱的不报。哎呀呀呀，做好了烦恼。哎呀呀呀，哦，爱的不报。哎呀呀呀，感受我的心跳。吱吱吱吱吱吱，吱吱吱吱吱吱。抓到你了，小淘气！是。可是我发现我都没有唱到。那不然给你嘟一下好不好？我给我嘟一下，老师音乐。给他一点我的表演风格的，真的，难怪他刚在后台就是先问了我一下，问什么？你今天有穿安全裤吗？难怪，因为要坐上街呐。瑶瑶新专辑要出了啊、哦！对对对，我今天带来一小段给大家。哦耶！那你最后也需要有人帮你扛起来吗？你愿意的话，我 OK。哦哦，那你今天有穿安全裤吗？没有了，宅男女生哎，对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他。好，欢迎瑶瑶。新歌。光光透进我的水中，汽水熟悉海暖洋洋。早餐摆在桌上，还留着
一条说早安，每天心情充分开朗，因为有你在我身旁，无微不至体贴体谅，全世界你最闪亮。爱我会怎样，对我会抓狂，对我会慌张，你是我的力量。大麦，哎呦！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网络爆红奖呢，我们要找一个人来颁奖，就是我们的刘真老师，欢迎。哇，其实只是让他多出场一下，对，对，好漂亮、哦，好漂亮、哦，真的。对，现在要颁发的是最佳网络爆红奖，那我们直接看入围的吗？好诶，好。超级魔王大道除了缔造全国第一的收视佳绩，许多表演片段更是成为了网络上最火红的点阅影片。能够入围这个奖项，对于魔王选手们绝是至高无上的荣耀。张立东，我是点餐员伍佰，超级浪费，你要点什么 ？My name is Adam Osman. I want to order hamburger. 听不懂，收台。花西胳膊弯弯，外卖吃的汉堡套餐餐，车子点餐，麻烦请走，隔壁得来处。Oh my god！ 好厉害哦！立冬阶段模仿点餐员的表演，这影片更在一周之内突破了10万人次的浏览记录，更是超级魔王大道第二登上网络热播榜的爆红片段。Echo 林俊逸。你幸福心 ，Echo 与林俊逸极为经典的精武门桥段，可是连罗志祥本尊看得都笑了不行呢、啊。还没看的人，赶快上网瞧一瞧。哎，等节目结束再看啊。凯蒂，凯蒂跟林恩这段火辣的演出，不但让欧弟超龄的现场把持不住，更是令无数的网友在电脑桌前也跟着沦陷了。肖志伟，吴尊。Hey yo, Stanley, come on, nice to see you, huh? Give me a hug. 弟弟，你买你好不好啦？今天呢，找你来我家就是要来试看我新买的地晶电视100多寸哦，真的吗？100多寸？我唔掉，我找一下遥控器哈、哦，我系遥控器的，几对几对，我系遥控器的，几家几家，喂，弟弟，你卖我别提我的物件好吧？耶耶，咱身为 hip hop 囝，就是爱看 Channel V， Channel V， 退休款，切一文一文咯，阿娃阿娃 V， 哇，就是。Hip Hop OK 哦，弟弟，这段超长的踢馆魔王吴尊跟肖志伟联手带来的演出，绝对可以堪称是经典中的经典。身为魔王的重度使用者，这绝对值得一再回味。啊，不错，这网络很红啊，很屌啊！那到底谁得奖？我们看一下。最佳网络爆红奖，恭喜张立东。看到了吗？而且这一集我很帅，是我最帅的一集，真的超帅的。